泛民两党拍板撑公投，争取普选路线图，争取普选路线图，反对翻丁政改方案。民主党十个少壮派成员寻日打烂微波炉，反对政改方案。我哋希望泛民主派上上下下咧喺呢刻咧都要做决定，系支持五区总辞。我哋觉得需要市民去参与，可能用佢哋嘅选票喺五区里边咧系去表达佢嘅意见。消息话，由于政改方案完全冇回应泛民嘅诉求，公民党同社民连已经拍板支持五区总辞。民主党核心亦都重新考虑加入，最快下个月13号开会员大会决定。而唐英年在出席18区区议会正副主席例会之前，先上去电台推销方案。你唔取消呢个功能组别，对于功能组别，你就系违反基本法。点解咧？基本法边度有话一定要取消啊？你边第几条啊？唐司长，你识唔识咩叫普选先？我识，你识唔识？即系如果100万人上街，佢会唔会取消功能组别？呢啲咁嘅假设性嘅问题咧，我一般都唔会回答嘅。唐英年话：如果有议员辞职，就会依法补选。